快哥姐妹啊，千万别再上当受骗了，不要再去拍别家啊，19.9给咱发5斤的红薯粉条了。现在呢，厂家自己卷自己啊，直接给咱卷到了17.9，给咱发5斤，还不够，另外老弟呢还能挂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是16.9给咱发5斤红薯粉条。咱家这款红薯粉条呢，它是朝阳6家子的啊，也不是那种小杂牌，它是有宽粉是有细粉啊，两个规格可以供大家选择。咱喜欢吃宽粉呢，咱就拍这种宽的啊，咱如果喜欢细的，咱就拍细的啊。并且呢，咱家这款红薯粉条啊，是一款无添加的红薯粉条啊，它不含明胶，不含食用胶，不含木薯粉啊，是纯纯手工自然晾晒的一款红薯粉。看一下它那个颜色啊，都是微微泛黄的一个颜色。好的红薯粉呢，都是那种微微泛黄的，不是那种白不拉几的啊，品质呢绝对嘎好。像咱平常呢，炖个小鸡了，炖个豆腐了，炖个鱼了，炖个肉了，包个包子了，包个饺子了，怎么搭配呢，都是特别好吃。而且呢，它煮在锅里不断条，不粘汤，不成汤啊。平常呢，咱炒个酸菜粉，炒个芹菜粉，都是嘎嘎下饭啊。哥姐们啊，现在呢，厂家都已经给咱卷到了17.9，给咱发5斤。另外老弟呢，挂了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咱哥姐姐一定记得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是16.9给咱发5斤红薯粉条，宽粉、细粉可以选择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咱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啊，趁着这活动，咱赶紧去楼单。点开下方链接，看一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。如果是16.9给咱发5斤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